Oh, watch over me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羽毛，今天又来短短的斗争啦。嘿，没错，露秀表情可以买了。之前不是说 bug 吗？怎么变成真的可以买了啊？可能暴雪真的没办法补偿，或是想到更好的方法去做调整吧，所以就直接开放啦。不过今天重点呢不是这个啦，而是又有英雄改动啦。到底谁那么衰呢？是加强还是改弱呢？首先是蓝露珠哦，相信大家都知道之前蓝露珠已经被削弱一番了。上次的更新呢是蓝露珠的次要攻击被加上了子弹衰退，那这次又被做什么改动呢？就是主要攻击也被加上子弹衰退啦。怎么又被 nerf 呢？当然呢，在做这个小修正后，官方还是有把蓝露珠小提升一些哦。原本主要攻击的射程哦是到10到20公尺，子弹伤害就会下降，也就是呢，蓝露珠的主要攻击0到10公尺伤害不变，10到20公尺子弹伤害降低，20以外就是没伤害。而现在呢，就是从10到20改成15到30，增加子弹的射程。不过别忘了，蓝露珠子弹扩散还是在的。那这个更新呢是已经上到正式服了，嘿，没错，所以有玩蓝露珠的观众呢应该已经有感受到一点点些微的差别了啦。好，接下来呢没有接下来了，这次新的小更新就这样啦。不过呢下礼拜即将会有大更新啦，没有啦，我不敢说是不是大更新啦，只不过 Jeff 有预告说下礼拜会有个影片。哎，是什么影片呢？就是 Jeff 秀啦。通常有 Jeff 的影片呢都会有大更新啊，像是上一部是火爆钢球，再上一部是社交功能，也就是表扬功能，所以基本上呢都会是大更新吧。而且 Jeff 还有提到下礼拜呢会有英雄更新，会是谁呢？法拉拉。目前只有透露法拉会改动哦，还不知道会是改强还是改弱。不过我自己猜是改强啦，毕竟射控都增强了嘛。苏宇你怎么看？这次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如果喜欢影片，你还喜欢变番薯，更多朋友想去说，还可以点下说一下的音乐，怕做主播变得铃铛按钮。我是羽毛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。拜拜。